晚安。我们现在在我的房间大纲，很辛苦的签完名，然后吃完饭。这一场是最后一场的，真的最后一场的签售会。很感谢大家喜欢它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每一个作品都很像自己的小孩啦。然后大家拍摄的过程也很辛苦，都是希望可以给大家最好的跟最有内容的。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怕，他可能我太忙啊，然后辛苦很累什么的，但我觉得这都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作品，然后对得起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自己会拿捏，然后团队们也会拿捏。最开心最开心的事情还是可以到这么多城市，因为好久没有办这样的这么多城市的签售会，可以跟大家多聊聊，然后听听大家最近在做什么。那当然这次因为是最后一场，所以量非常多，也签得非常晚，已经签到就是商场规定的时间就必须要签完。一方面很感谢大家，一方面也很抱歉后面的人，有一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聊天。希望我在那么短时间里面跟你们说的话可以帮助到你们，或是说有一些小小的共鸣都好。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自己的未来想要做的事情，比如说换工作啦，比如说去别的地方念书啊，或是考其他专业的研究所，有的甚至是在当老师的，有的甚至是想要去做烘焙师的，我都很期待在下一次再有这样的巡回签售会的时候，你们告诉我我成功了，就是我当成我想要当初跟你讲的那些梦想，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们之间的一种桥梁吧，就是看着彼此，然后陪伴着彼此，没有谁比较伟大，或没有谁比较是弱者这样子，因为在生命当中，我们都应该是很谦虚的人，对面对这件事，因为太多东西可以学，然后人生也没有真正随时随地都是顺遂的时候，就是古有说，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其实通常我们在看事情，或者我们在感受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感受到比较多的是困难。所以你要学着怎么样跟困难相处，要先去解决困难，而不是先对困难有情绪的产生这样。好啦，讲那么多，我还是谢谢大家。然后广州场很成功，也希望大家多休息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期待下次见面，也许是演唱会，也许是自己的新专辑。然后也期待自己的新戏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咯。晚安。